你哋系唔系都好怕我？香友先，你讲，你系咪好怕我？教主，唔系怕，系尊重。教主令同有方，喺重掌神教之后，只不过系短短时日，已经将五岳剑派消灭于无形。至于昆仑、峨眉、空洞，亦都好快喺教主嘅策划之下会分裂崩溃。教主雄才伟略，属下五体投地，敬仰天神。你太夸张我，我始终唔系神，我有我缺点。自我重掌大权以嚟，日月神教百废待举，为咗要早日令日月神教一个万世不灭嘅基础，我唔可以唔采取非常手段，雷厉风行整顿教务。而家大局初定，基业已固，所以我想退位，花多啲精神去修炼我嗰套血魔大法。咁啊，教主呢个位呢，就由香友士嚟担当。佢份人比我随和，唔似我火气咁大。你哋大家都可以唔使好似以前咁终日惶惶，唯恐大祸临头啊！教主，神教基业初定，丐帮未除，少林武当仍未攻克，大业都未成。教主光照天下，自诛在难，绝非属下所能代替。请教主继续领导神教，早日统一江湖，完成万世嘅霸业。香友士，你千祈唔好妄自菲薄，喺你嘅领导之下，神教一定会有一番新景象。属下只要教主指头指一指，用我去水里边就水里边，火里边就火里边，属下万死不辞。但系呢件事，属下唔敢答应。哎呀，咁点算好呢？你哋大家边有位出嚟帮我讲说话，帮我说服向右士啊？吓，我重重有赏，属下愿意一试。好，仲有边一位出嚟帮我讲说话咁啊？咁啊，你系唔系真系认为我应该将教主呢个位让俾向右士坐啊？你真的认为我部管理两者兼顾，一边主持教务，一边修炼武功？属下，你们真的认为我功无能，一定要自己修炼武功，将日月神教大业的教务交给向右士一个人打理吗？我只不过想睇下你到底对我仲有信心。圣教主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。千秋万载。